穿的基本功服，其实就是基本功服外面套一个芭蕾裙子，穿不穿其实都可以。北体好考吗？北体当然不好考，竞争很激烈，但是如果你的能力非常强的话，还是非常的有很大希望的。北体目前看的是这个省考成绩，比如去年我们就有两，就是今年啊，就有两个孩子上了北体。往年的也都有很多学生上了北体。然后今年大概有十几个学生上了五体，美一，对，是美一。老师哪个吃香一点？你是说芭蕾舞和中国舞哪个更吃香一点吗？如果老师，现在选也不晚，现在来听我们的直播也不晚。185建议跳什么舞？158。158的话建议跳拉丁。是，就是芭蕾舞和中国舞哪个更有优势？对，其实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在这两个技巧中选择中国舞的可能更多一些，因为其实很多的机构它并不具备，就是开设这个芭蕾舞课程的一个条件。所以就让孩子们大部分选了中国舞，但实际上选择哪个要看自己的个人条件和能力，要做全面测评之后，然后再去给自己做出选择。而在这个考试过程中呢，可能选择芭蕾，更有优势，因为芭蕾可能会更难一些。两个难度是不同的，芭蕾它是在于技巧的难度比较难，然后中国舞的话是更注重这个软度，软度要好，所以各有各的难处吧，所以要看一个全面测评。大家如果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的话，可以去后台问一下我们的老师啊，老师会给你进行一个全面测评的，给老师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呼吸这么长，对，他们有的其实膝盖受伤了，但还是得坚持学。还是要学芭蕾吗？对，要学芭蕾，因为他们选择的就是芭蕾技巧。脚尖是什么状态？我之前也好奇过，我还去搜了。其实他们就是在里面用大拇指的脚尖去立着的。学芭蕾脚会不会很痛啊？当然会，会很痛的。习惯了就好。大家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穿足尖鞋吗？5 6 7 8 9 8 1，往远跳去，打2 打3，快推！大家没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啊，然后可以给我们多点点赞。走平转，走。点赞到10000可以给大家发福袋。走转，直接转，别害怕，走走你的。1 2 1 2 2手1。学芭蕾长了，那学舞蹈的其实脚的话都会受很多的伤啊之类的。从另一种那个层面上来说，这也是他们的勋章，对吧？这是小豹纹吗？对，这是小豹纹。身高最好在多少？艺考的话，身高最好就是女孩是155以上。男孩的话就是165以上，是说多少岁到多少岁的学生。咱们这里的话就是想考附中和想考高考艺考以及考研的都可以来，然后艺考的孩子都是高二的去考吧，都是在
高三的上半学期的年前去考前面那个高，多高，他155，对，哪个舞蹈生脚上都没伤呢，不可能的。为什么国标生学纯芭蕾？因为他们这个班选择的是国标技那个芭蕾技巧 A 班嘛，对 A 班，非舞蹈专业可以考舞蹈研究生吗？是想跨考是吗？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但是要下功夫。然后青鸭白鹭，如果你想考这个舞蹈研究生的话，可以去后台问一下我们老师啊，咱们这里也是有考研课程的。拉丁舞老师讲 ，Oh no， 听着都好痛。学舞蹈的最怕甲沟炎了。这是 A 班啊，这是 A 班的学生。无专业零基础跨考是不是几乎无可能？到位其实这个你说的有点绝对了，零基础跨考的其实也不少，因为它不仅是有这个就是专业性的东西，它还会有这个理论性的东西，所以要看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了。上穿球鞋，只能穿球鞋了，要不然太难了。舞蹈专业女生身高最低限制是多少？它其实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限制，但是一般的话我们会劝大家就是在这个女生155以上，男生就是165以上。除了芭蕾技巧还可以选择民族舞技巧吗？对，除了芭蕾技巧你可以选择民族舞技巧以及流行舞技巧。广西考北体男吗？今年的话广西不是也改革了吗？就是广西也加入了这个国标舞的这个专项的省考，所以你只要在广西的这个省考中排名比较高的话，那考北体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的。北体现在看的就是省考成绩。回去艺考改革，对，今年艺考有一个大改革，每个省份都有了国标舞的这个专项省考，而且考试的内容也基本都一样了，就是舞蹈基本功还有舞蹈表演以及即兴。复读生今年500出头，17590斤，那你很瘦啊。你学舞蹈肯定没问题，只要不是说非常的硬啊什么的没有问题，而且文化分也好。如果想走的话可以去做一个测评啊，小心你可以做一个测评。改革了，安徽没有健美，对，安徽没有健美操了，以往是有健美操的。南艺编导难考吗？其实这个还是要看省份，你是哪个省份的，现在来得及吗？你之前有基础吗？蜡笔小新，蜡笔没有小新，你之前有基础吗？考北体要在多少名以内才保险？就这么说吧，你像我们今年两个孩子上的北体，他们都是河南省的，一个是前十，一个是前20左右。因为你不仅要专业课排名靠前，你还得文化分要过线才可以。其实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不仅要看能力，有的时候还得看这个文化分的一个排名啊。所以大家也要重视文化课。26姐身高155，体重67，体重67，你好瘦啊。26姐，不过你还正在发育中，是可以长高的。其实你的身体条件这么好的话，可以把这个院校的标准提高一些。嘉雪，你可以去后台告诉老师一下你的具体情况，然后让老师告诉一下你这个有没有什么院校可以报考。如果不知道，大家如果不知道有哪些国标舞院校的话，可以去后台问一下老师啊，你是哪个省份的？因为每个省份可以报考的学校不太一样。北体的文化分要求很高，北体的文化分要求不是特别高，但是它要求的是你过线。
你得过文化分数线，前旁可以报180，那你软度很好啊。那你走舞蹈艺考的话是可以的，如果你想走的话，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软度这么好。广西考北体文化分要多少？这个就是过了你的省线，过了你的省线，然后呢，你的这个专业分要高。每个省份的这个文化分数线都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如果想看自己的省份是多少分数线的话，可以去后台告诉老师一下你的具体省份，然后让老师跟你说一下你们的这个文化分数线是多少。高级区五言，从初二到高二都可以来，以及考附中的孩子也可以来。之后呢，你可以自选一个技巧，就是芭蕾舞、中国舞以及流行舞中选择一个作为你的技巧体系。但是平转、四位转和凌空乐是必考的东西。这个东西啊，是他们有一个标准体重，他们要减到标准体重才行。然后在没减到标准体重之前，老师都会监督他们。再转，你不能快。所以很多孩子来到这儿两个多月，减了十来斤。不跳打手。还有减了快40斤的两个月。八 C 没有。可以打在公屏上，这个难学吗？我说好学，你肯定也不信。舞蹈就没有好学的，都需要下苦功夫。落开，走。
感谢关注，大家没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啊，也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点赞到一万来给大家发福袋。应该这么开呢，听到了吗？每一次都要过到这儿来。那去五言之前学校的可以先保留着，之后你集训完可以回去的。这个没有关系啊，欢喜你要是想来的话可以去后台问一下我们的老师，和老师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然后让老师给你说一下这个解决的办法。哪个是小豹纹？小豹纹那本吗？每一次你要用手他们上课着呢。我们就是尽量的不去打扰他们上课啊，只不过是想把他们的一个上课状态还有他们的上课课程给大家展现出来。豹纹是哪个？那个。这个正在跳的这个，准备跳的，就是已经做好准备动作的这个。像他们后边这几个都是我们你们是哪个校区的？他们都新来的。这个孩子是新来的，你们是哪个校区？这个是北京校区。校校区的话还有河南、安徽以及广东，上海目前没有，然后但是可以给你安排就近的校区。EC 你要是想来的话可以和老师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来坚持一下，加油啊，然后老师给你详细的说明一下。谁许昕干啥去？先跑。感谢关注，大家没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啊。如果身边就是家人或者朋友有这个要艺考的，或者你只是单纯对这个舞蹈感兴趣，对艺考感兴趣，可以关注我们国标，对国标舞的孩子。然后现在练的是芭蕾技巧，是广西的，开学准备读初二去考，可以考什么高中？我们这里就有全日制的，欢喜，就是初二、高二到高二都可以，都可以来。感谢关注。刚刚谁说想看小豹纹？这个就是小豹纹。登上。OK 好，你没发现一个问题？现在转起来了，许昕也能转，许昕今天第一天上圈儿去，也能转。那为什么有人能连得稳，有人连不稳呢？告诉我，北边为什么没连稳？对，没错。在这里读初中、高中，然后就考大学。全流程能过来说吗？我听不见。然后考上了大学之后还可以回来任教，一条龙服务。确定爸妈的这个态度的话，你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舞蹈艺考和舞蹈这个学校，然后你自己先了解明白了，然后再去和爸妈说。老师，
是你说没开悟空的压力你别你别给我整这个给我疯了怎么办呀哭呀哭哭呀你们家一个哭就好但你们家有两个哭但是老师和他都是甜美型的然后欢喜，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就是你现在还不太了解。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去后台和老师说一下你的这个具体情况，让老师给你详细的说一下，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艺考的流程和内容，还有我们的学校。四川五言有国标吗？四川五言目前没有国标，有中国舞，但是可以给你安排就近的校区。杨杰毅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或者在后台和老师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然后老师看有没有哪个具体就是就近的校区给你安排他们艺考是考芭蕾吗对艺考要考芭蕾他们选择的是芭蕾技巧当然不是芭蕾他们是国标的剧目就是剧目的话他们会在主项里面选择一个就是拉丁和摩登选择一个作为你的主项你比如说你选择拉丁作为主项那你就选择拉丁中的其中一支舞蹈作为你的剧目国标要考芭蕾国标的话它的艺考内容中除了国标舞的表演和即兴还有一个就是基本功那基本功里面呢就会有一个技巧技巧呢就会选择芭蕾和中国舞或者流行舞选择一个他们这个班呢选择的就是芭蕾大家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啊也可以点点关注我们每周都会有这个拉丁摩登软度芭蕾的一个直播然后也可以进入我们的粉丝团每次直播前呢都会在粉丝团里去和提前就是会和大家提前说进了粉丝团就不怕找不到我们了啊就是两个单的到一单二然后双四然后再点两个单的有一个单的到加一个昂诺沃大概就行三二，对对对，前面是做的，一单二单挂双，就是走六单七单八单五单五单单万单一单二。对，感谢关注，大家没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啊，也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二单单三单单四，这要带着一开就是旁腿。欢迎新来小伙伴，这个屏幕中的都是我们。A 班的孩子 ，A 班就是目前基础最好的孩子。不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二四届的孩子训练到了什么进度。国标，广西的跳国标要去哪儿考？广西艺术学院。哦，就是他们省考的地方，省考的地方就在广西艺术学院。不一定今年反正每年基本都在那儿今年还没确定还没有下发这个文件有没有中国舞技巧的有他们也有很多学生选择了中国舞技巧然后每年我们省考的时候老师全部都会带队每个省份都会带队老师都会去陪考你不能走蹲上这边吗所以大家就是完全不用担心，省考的话会有老师陪同，从化妆、盘头、热身，然后送考、陪考，都会陪着你们的。感觉芭蕾技巧比中国舞难，对，两个舞蹈的发力方式不太一样，而且重点也不太相同。中国舞的话会更注重软度，这些都是几岁？这些全部都是高二的孩子。为什么不在五言考？五言
咱没有那么大腕儿。它每个省份都会有一个固定的这个省考点啊，每个省份都有。你想，每个省份的孩子全部都去那一个地方考，怎么会在一个学校里面去考呢？就是怎么会在我们这种机构舞蹈培训的学校去考呢？肯定不会。所以一般都设立在大学，每个省份有一个大学作为这个省考的考点。豹纹那个女生技巧，对，她的基础非常好，她是我们这个全日制的孩子。学多久了？他们学的时间不太一样，有的孩子学了3到4年，有的学了2年吧。每周多少文化课？一天。到了后期会增多，现在他们以专业为主。对，时间好短，因为你专业和学业肯定只能把大头抓在一个上面。豹纹那个女生是5年，她不是附中的，她是全日制的。我给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文化课现在只学习一天啊，因为目前现阶段的话，他们以这个专业为主，因为要备战省考，所以以专业为主，那么文化课的时间就会压缩一些。但是到了后期的话，就会等到省考一完，他们的重点就在这个文化课上了。所以每个时期的重点不同。我们妈妈来说一起来，来来说一起教，正好一个那边的，对对对，什么样的位置都会。然后我们对，歇着往后撒，然后首先走，5、6、7、8，走，哒哒哒哒哒，度过了，蹦蹦，对吧？带住。哦，对，我的喜欢用的管子叫妈妈的轮盘，走芭蕾巴士，走。芭蕾生也要学，拉丁生也要学芭蕾吗？对，他们有的拉丁的孩子选的是芭蕾舞技巧，所以要学芭蕾。如果选择了中国舞技巧，那芭蕾就不用学。红红修工，你是哪个省份的呀？河北石家庄，那你这边也是，就是在技巧中呢，也是要选择一个作为你的技巧体系，就是在芭蕾舞以及中国舞还有流行舞中选择一个作为你的技巧体系。中国舞和芭蕾舞哪个技巧比较好入手？两个舞蹈的这个发力方式啊，以及它的重点都不太相同，所以要做一个全面测评之后，才能告诉你你最适合哪一个。没有哪个比较好入手，但是有你更擅长的东西。必须要根据个人的一个条件和能力去选择。WJH， 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去看自己的这个条件，或者不知道怎么测评的话，可以去联系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就点击左上角头像去后台，告诉一下老师你的具体情况，然后让老师给你详细的说明一下。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去选择，不能盲目的去选。对，我们就是帮助你考大学的。红红小狗，你是高级啊，现在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啊，然后问一下，去后台问一下老师，然后给老师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老师给你详细的分析一下，是不是现在还不太了解艺考？你也太丑了。感谢以上五级送出的灯牌，大家没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啊。
我们每周都会有这个拉丁摩登软度芭蕾的直播，然后也可以进入我们的粉丝团，每次直播前都会在粉丝团里提前和大家去说，这样大家就不会错过了。详细的说明一下，因为在这儿没法详说。想来可以来啊，咱们有基础其实更好，因为越有就是越早训练，然后基础越好，那肯定优势会越大。这儿在这儿啊，你怎么刚刚那杨颖啊，在这儿啊？嗯，进去吗？我说挂双的意思不一定就是双。高级的可以去，咱们初二到高二都可以来。别以为我没看上你，那你到底大了初二到高二都可以啊，然后想考附中的也可以，也就是小学五年级的那种都可以。感谢关注，大家没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去五言文化分考试，去之前自己读的高中考还是怎么考？是这样的，你来到五言之后呢，我们是在为这个省考、校考做准备，然后等你的这个省考、校考完了之后，你就该去认真的学习你的文化课了。你可以在五言学习，也可以在回你的学校学习，那到时候考的时候再回到你所在的省份去考就行了。去参加你们当地的高考。继续，旁边你拿着鞋垫，你就翻车两个垫，你把这垫熟，把这垫，然后到多少分？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这样之后我们的拉丁摩登软度芭蕾的直播大家都不会错过了。然后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每次直播前都会和大家在群里提前说。咱们这里专业和文化都是同步学的，所以不会耽误，不会耽误的。因为大家专业和文化现在都挺重要的，文化也是越来越重要，所以不会给大家耽误文化课，文化专业都会同步学。几号开的学？几号开的学？他们都已经训练了都好多个月了，有的好几年了。
赛跑的不一样怎么办？怎么会不一样呢？这个不用担心啊，这个不用担心，老师都会和你这个省份要考的东西相匹配的，你在这儿学的东西绝对是你要考的东西。因为五言每个省份的孩子都有，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全部都是五湖四海的孩子。不管是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集训的课程，还是你这个文化课的内容，都肯定会和你们要考的东西一样，是吧？咱们这儿主打的就是考什么学什么，有的放矢的拒绝啊。其实这个不用担心，要减肥吗？要减，他们都要减到标准体重才行，在减到标准体重之前，老师都会给他们监督，每天跳那个操呀，以及体能课，还有跳帕梅拉呀，这些全部都要，还要管住嘴，然后定期的去称体重，如果减不到的话，会有相应的这个措施监督他们去减。标准体重170的话就95，要不然我就该一直这样。去五言学校之后，高中毕业算在之前学校吗？算，你还是在之前学校的，你只要保留你的这个那个学籍就行，我在这也不能详说。然后欢喜你想就是想来的话，可以去后台啊和老师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老师跟你详细说，因为咱们在这儿没法给你太详细的说明，不能太明说，所以可以去后台啊，老师跟你详细说。如果不知道怎么去后台的话，可以点击我们左下角的头像，然后去私信我们就行。我让你和老师，就是你在后台和老师详细的说一下，老师给你再明说，再详细说。国标生为什么要穿足尖？因为他们选了这个芭蕾的这个技巧体系啊，所以他们要做，他们到时候考试的时候要做这个芭蕾的技巧。那穿足尖的话就会提升难度，提升难度的话你获得高分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会在这个感觉上会拉长你的这个身体比例。反正都到了。
们为什么穿足尖鞋？老师刚说了，因为他们在那个艺考内容中选择的是芭蕾技巧，他们选择的是到时候考试要考芭蕾。那穿足尖鞋的话，其实就是在做芭蕾的时候会提升一个难度，提升难度了，那获得高分的可能性就会越大。而且在视觉上的话，也会拉长他们的比例，会让他们这个身体会这个线条啊什么的会看得更好看。这是哪里的学生？是五言的啊，五言的，五言国标的。然后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地，全国各省份。直播，然后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到时候就不迷路了。也可以加我们的粉丝团，每次直播前都会在群里和大家提前说。那个最高的姐姐有多高？你说哪个呀？曼柔吗？她应该有1.67米左右，一会儿给你问问。好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然后他们这课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的直播也快结束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问题还想问的话，可以赶紧打在公屏上，然后老师会和大家详细的去说一下。感谢关注，大家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我们快下播了。然后，如果你身边有家人或者朋友要走艺考的话，或者你自己要走艺考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然后，想喜欢这些舞蹈的，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们，比如芭蕾、摩登、软度、拉丁，喜欢这些的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后人有任何艺考问题可以打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哎，欢迎新来小伙伴，这些全部都是我们 A 班的孩子。咱们这儿是有考研的，好，你不仅把别人当傻子，再把别人 LHG 咱们这儿是有考研的，如果想来考研的话可以来。咱们这儿的考研也很好，战绩很好。之前就是一个孩子在这儿集训，然后高考是在这儿考的，然后大学想考研又回来了，然后考的北体的研。对，这个小豹纹，哇哦！总部在北京昌平，在昌平。但是咱们考研也开了很多分校 ，LHG 你想来的话，可以在后台去给老师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老师跟你说一下距离你最近的一个分校。今天德明跳拉丁吗？今天德明不跳。今天德明。我以为让他们跳拉丁，今天不跳。没有，德明，今天不让他们跳。能不能叫他们公主抱？你要让他们怎么抱？国标生要多高？一般女孩的话在155以上，男孩在165以上。他那手，我不明白，除了手哪儿都不看。帮你试一下。他们可抱不动，他们都是小仙女。感谢关注。国标身高要求高还是中国舞身高要求高？总的来说的话还是国标吧。不好意思，这里面没有丑的。哦，确实想让你再换回来。这么高吗？高我一米七二呢。我也一米七二。总的来说还是国标身高要求高啊。你怎么执着于这个公主抱？他们这些课都要结束了啊，然后想看公主抱，那也没戏了。国标生对。但是其实身高的话还是155左右啊，女孩155以上，男孩就是165以上。就是啊，亲啊，是你们答应我生了，老师。好，那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结束了啊。老师你也。然后没点关注的可以点关注。他说我眼睛有问题。没有。大院的话应该要多高？然后大家如果其实很多学校没有明确的一个身高的规定啊，再看看豹纹，再看看豹纹，小豹纹，这有没有小豹纹？其实很多学校没有一个明确的身高的规定。大家如果不知道自己省份可以报考哪些院校的话，可以去后台给老师说一下详细的情况，然后让老师给你再说一下这个可以报考的院校。他有的学校会有这个身高要求，你比如说有的学校他就是160以上，但是大部分的学校没有明确的规定。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看你的能力。然后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结束了，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去后台去提问啊。然后没有问题我就下播了。165你的身高可以啊，身高可以的。Happy 你可以去后台详细给老师说一下啊，然后老师给你详细的说一下这个艺考的内容和流程。
以及可以报考的院校，好吧。